故事要从16年前说起。那时候我才8岁。一次偶然，我闯进了我爹镇守多年的密室。我希望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。没问题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怎么会骗你呢？快住手！厅长，听见没有？这咱们下半年的饭钱就靠这场婚礼了，知道了吧？
你以为你真是马虎啊？恶魔阵都敢闯，狐狸在这边，走。小麦呀，你跑到恶魔阵做什么呀？你这走了，娘也没法给你讨个说法。小麦，我的孩子。你可别太难过了，我花重金请了一位法力高强的主要师，我的孩子，请一请小麦身上的妖气，过会儿就可以安心下葬了。你拍一，我拍一，男才女貌穿新衣。关灯！捉妖降魔哪家强？小豹脾气有名堂。刚刚啊，那是我们小豹脾气团队独创的捉妖仪式。这位姑娘误闯恶魔阵，身上妖气冲天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正式的捉妖仪式，孩儿们。别装！有人！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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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哥，是。二哥，你这回锅吃的也忒多了吧？你迟到的事儿我还没跟你算。哎呦呦，孩子呀，你怎么就走了呀？我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你的病治好。大三先生来了，要不然你也不会乱跑，更不会闯入这恶魔阵的。原来你是只鸟妖啊，难怪还没死绝。你应该也是妖吧？我都看到你的妖灵了，但是你身上怎么没有妖气呢？我是捉妖师，内丹里有妖的灵气。哎，你说你没事作死跑恶魔阵干嘛去啊？我根本没去过恶魔阵，我是被那个庸医滥用假药给害死的，还把我的尸体丢在恶魔阵边上。臭庸医！哎。姑娘，你别着急，我们可以合作。我多希望能再听你叫我一声大森大夫呀！大森大夫。又对不起了！大三大夫别怕，有我捉妖大师关灯在。大三大夫，妖最贪财了，快把你身上值钱的东西扔给我，我帮你引走他。快，快点，别摸他了，快把衣服也脱了。这丫头骗得来真的是不是啊？天地乾坤，万物无尽兽。天地乾坤，万物无尽兽。走走走走走走！
哎，那是我的，那是我的。天地无极，万物乾坤，收。哎，凭什么你用就好使啊？能力不行，怪道具啊。臭婆娘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啊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火气还挺大呀。你比我还狠呀，你凭什么抓我？你仔细听好了，我就说一遍，现在你没了肉身，只剩下妖灵，面临你的只有两种选择：第一，被妖馆抓去；还有一种，到我的地盘来。妖馆进不来，你可以化成人形继续生活，不过要用你的灵力来做交换，干不干？你要我的灵力做什么？呀，你给我钥匙呢？不是，我没有钥匙。那个，我来就想问你啊，见没见过这个？你干什么？我不是，我真没有钥匙。我已经说了，我真。这个不是。我跟你说了，我真没有钥匙，真没有的。哎，你见没见过这个啊？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呀你？你疯了？老媒婆说的对，男人就是欠揍。我，有。听话点。糟了，天快黑了，咱们这儿离恶魔镇太近了。小姐姐，我们先走吧。哎，小姐姐不简单呐，马飞，耶！我说一下雨吧，你们怎么不进屋呢？八爷回来了。八爷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哎呀，来，我帮您签。少给我整这些五迷三道，要么叫粗，要么滚蛋。八爷，我就喜欢你这真性情。去过恶魔镇。你谁呀？我 boss Johnny。 小哥哥，你找我啊？小哥哥，你真的去过恶魔镇？咋了？找我当导游啊？这个戒指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被今天虐你那个女孩带去了恶魔镇。小哥哥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，把她带出恶魔镇啊？
这个你认识吗？没见过。哎，怎么样啊？你到底愿不愿意帮我？算了，我没时间，你找别人去吧。再考虑考虑吧。面具里出了什么？味道好香啊，酸酸甜甜的。这玩意儿好，丁酿童子尿。哦，丁酿童子尿啊！哎哎，你别扔啊，怪贵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普罗米修斯迷宫。这个应该是懂西方法术的高手。你压根没进去过吧？黑蛋，来闻闻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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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着鸡。拿着鸡，黑蛋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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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也太危险了。这样，你先下去，我帮你拉着。What the fuck？ 如果安全的话呢，你就走三下绳子。那要是不安全的话呢？要是不安全，你就多走几下呀。走你！Motherfucker！ 你还想不想要戒指了？啊，想要的话，给我过来。老媒婆，马飞让我给你送药来了。吸烟有害健康。马飞是叫你来照顾我的，可不是让你来监视我的。他为什么自己不来照顾你啊？他觉得内心愧疚。怎么，马飞他没跟你说吗？这恶魔阵的结界呀，是要吸取我们的灵力。一旦灵力殆尽，那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了。哎，每次恶魔阵有人要是走了，最伤心的是他，最自责的人也是他呀。我是个快死的人了，可是
还没有给马飞牵根红线呢。老媒婆，你也给我牵个红线呗。你呀，不用我牵线，你的有缘人正拿着定情信物来找你呢。有缘人？看见那边那个小妖精没有？偷戒指那个丫头片子就是把它从我手中偷走的。这样啊，咱们呢，一会儿你对付那个小的，我对付那个老的。小的好对付，我这是让着你。你可真坏！别乱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去看一下。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？神器！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哎哎哎！你去追那个女的，小的我来对付。哎，快去！哎！小兔崽子，让你见识见识本捉妖大师的厉害。没大没小，老子今年207岁，足够当你太祖爷爷了。来，太祖爷爷给我磕一个。你这不怕折寿？不得一动有。弄死他！完美。什么？完美。什么？完美。完美。我爱你。定情信物，有缘人。我不行了，别追了，这别啊啊啊！你们是吧？没事没事，走开走开。你们压倒我的有缘人了，让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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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缘人？哎，干什么呀你们？恶魔阵大厨龟哥，恶魔阵好久没有开人荤了，谢谢你们送的生鲜。什么生鲜？小朋友啊，不是那个太祖爷爷、龟爷爷，不是这个汤啊，你恐怕你们喝不上了。我刚才一紧张，我就吓尿了。真的吗？坏了我的汤，龟儿子，放出去！放我出去！非得炖得你们连渣都不剩，龟儿子，坏我的汤。My bad, bro. 不是，我这不就说说你来真的啊你！俩鳖孙，老子要抽了你的皮！你们两个臭鳖孙，给我等着！真废了，把他俩给我捞起来！谢谢，谢谢！快快快快！你俩去砍根竹子，我来切片。等一下，把他俩穿成串烤了。哎哎哎！说吧，你俩来恶魔镇干嘛？fuck！ 你为情所困过吗？你不是。
戒指给我，戒指在关灯呢，他不在恶魔镇。Boss已经感应到了，戒指就在恶魔镇。别逼我。好，戒指可以给你。 你干什么？黑哥，你听我说，那个戒指在我肚子里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把他拉出来。哎，不是，你在干嘛？黑哥，你听我说，咱俩同甘苦共患难过，是不是？咱还有个黑蛋呢。放开他，我把戒指给你。 I'm your Hannah. 我必须把这个戒指交给 Boss。你为什么要复活魔王？什么复活魔王？那你拿戒指干什么？Boss 说，可以通过戒指看到 Hannah 离开前发生了什么。就因为这个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，把 Hannah 遗物给我？
Diana! I'll kill you! 别碰他！这是黑死咒，这是西方恶魔长龙的诅咒。一旦手下产生背叛的思想，就会自动发作。等他完全发黑，就会变成干尸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黑死咒不可能被解除，除非将它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。救关灯，我也能救他。鸡蛋不吃，面也不吃。鸡蛋面不知道你吃不吃，拿着。小子，你运气真好。哎，我错过了什么呀？哎呦，嘿，这谁呀？龟哥，这不龟哥吗？他怎么了？啊？龟哥为了救杰克里，中了黑死咒，杰克里的未婚妻，其实早就被恶魔杀了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跟你一起去。不是你凑什么热闹啊？他是冲着我们恶魔镇来的，我早晚跟他干一架。哎，行，要去我也一起去，我这有两个宝贝。何童，何童，来，你试一下，来，戴上。哎，哎呦，这玩意儿这么好使呢？幻化瓶能变换出你任意想要的形状。绝版石浆软金伞，粘了以后啊，全身那个酥软。这么什么？10年临床，绝对靠谱。没事啊，过几个时辰就好了。哎哎，啊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戒指是维系恶魔阵的关键。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了，你替我照顾好这里，把他看紧了。哎，带我一个，马飞，你们去太危险了，马飞，我能帮上你点忙。马飞，让我陪你一起去吧，马飞。哎，黑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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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气包，小气包，来给我撒开，快点儿，哎。Boss, I got her. 我的料几呢？这怎么回事？他受伤了，我包扎了一下。坏了！劳累过度，你给他休息2天就可以了。我
千叮咛万嘱咐，你行。杰克，把戒指给我。等等，关灯拉的。Yeah, that's right. 洗干净了吗 ？Yep. 天哪！You're too young, too simple. 你怎么会知道戒指是假的？我可是有卧底的。关灯。宝哥，宝哥，你把我放开行不行？宝哥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回头给你买两斤炭好不好？啊？哎，哎，宝哥，来，你看着我，哎，你个火龙果成精的人，哎，说的就是你，你是红孩儿头上长的什么？哎，小白，快快快，帮我解开啊！来，哎，你干嘛？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呀 ！Hello, boy。恶魔。没想到吧？为什么小曼当初妖灵出窍，没有妖怪来抓她？因为我将一只魔灵融入小曼的妖灵。魔灵只有西方的武器才能对付，只有马飞才能带走她。不是，那你既然能控制小曼，你让我帮什么忙啊？你只是我的 Plan B。什么 B？ 哦哦哦哦哦哦哦！你给我回来！这不是作弊吗？你，哼，是不是感觉伤心欲绝呢？自我了断了吧？还能帮我加个业绩？小媳妇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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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找什么呢？啊，小曼都拿着戒指跑了，我打死你！我打的你，对，就是我打的你。你是不是傻啊你？你脑瓜被屁崩了啊你？怎么了？说你怎么了？就是你，你天生你就一根筋，你长得净丑无比，你抽筋脑瓜子跟长了个火龙果似的。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你吗？因为他有汉娜的灵魂，我把汉娜的灵魂放到了他的体内。看吧，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。我帮你找到了汉娜。戒指里的魔王，快去阻止他！
救姑！住手！快走！别怕，有我在呢。他干嘛？啊？还没答应和我结婚呢，想溜啊？丁老师，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吧。哎，把戒指放下啊！你被打傻了吧？你想狂捅自己吓死我们啊？妖姑，这附近可不止你一个妖怪吧？啊？被妖姬也坏了吧？要是我死了的话，受我妖灵的可就不是你了吧？啊？管他不要！如果你再死的话，你就活不过来了。那我就永远住在恶魔镇，永远陪着你。不要！妖姑，你也在？妖童大人，我举报。走。啊！啊！啊！妖童大人，我举报，我要举报妖姑，他勾结西方恶魔，在这搞事，而且你看，那炼油机都坏了，严重违规，你赶紧抓他。有这种事？哼，谁叫你的业绩总排在我前面？你就是西方恶魔呀，我是本地的妖馆守斗太郎。听说你要搞事儿，敢无视我？杀了我父亲！十几年前就拿到戒指了，混蛋！关灯，你爷爷是关海山？是。我爷爷也是。哎，就是汉桑马，汉桑就是海山的谐音啊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是亲生的，我是领养的。你现在严肃点行吗？我很悲痛的好不好？
不好意思啊。哦，对了，快！既然你是捉妖宗师的正统后人，你体内就有妖王的血脉，有你的血泡灵界，就能获得灵界里的宗师灵力。我够不到啊！我。谢谢你的衣服，黑兄。啊，夏游，好好休息。嗯，耶！是时候表现真正的技术了。
小曼，小曼，小曼，小曼。Who is 小曼 ？Hannah。打他也太狠了吧！我俩老公亲你一下都。嫁给我，马飞。哦，这次我是认真的。哎哎哎！结束了，怎么着也要有比小曼更大的求婚仪式吧？行行行行，有哦，孩儿们，孩儿们，走起！呼啦啦啦呼，呼啦啦啦呼，呼啦啦啦呼，呼啦啦啦。